美国留学生的食堂霸道自助是什么样的？拿个盘子，奶油蔬菜炖鸡肉来一勺，米饭来一点，咖喱虾仁只剩一点了，但我懒得等下一锅将就吃吧。我喜欢吃虾仁，多找点虾仁。猪扒看上去还可以，拿一块试试。意大利饺子来一勺，里面都是芝士，我还挺喜欢的。水煮青豆来一点，证明我有吃绿的蔬菜。我又来要这个水果沙拉了，突然在想这个配酸奶没准不错。还要了一块柠檬，今天又有这个米花糖。穿着大棉袄吃冰淇淋，不愧是我。拿个杯子接冰，今天依旧是我们的 Diet Coke。 最终长这样，食堂新换的圆勺子真适合挖冰淇淋，不错。吃完意外发现第二锅虾又快被抢光了，永远抢不到热乎的，赶紧多拿点，哈哈哈。好了，拜拜了。